欢迎观看帅客品读历史，我是帅客。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周士第与周子坤对调，叶挺力荐周士第来新四军，主席为何没有同意？新四军组建之初，由于是以南方八省游击队为主组建，当时是急需大批干部，包括军部领导干部。为此，根据新四军军长叶挺、副军长项英的请求，经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决定，袁国平、周子坤、李芒等不少高级将领来新四军任职，以加强新四军的领导。我们知道啊，新四军军部领导的组成与八路军不同。按说，八路军、新四军都是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，但新四军军长叶挺他比较特殊，他是党外人士。尽管他曾是八一南昌起义、广州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，也曾是一名入党较早的老同志，但由于一些历史的原因，他有过长达十年的脱党经历。实际上，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是国共合作达成一种平衡的结果。蒋介石他原本希望新四军军长必须由国民党方面来派出，而共产党方面，南方八省的游击队是我党的一支重要战略力量，不可能让国民党派人来领导。最后呢，非党人士叶挺在保证全面服从共产党领导、心向共产党的情况下，被国共双方认可，担任新四军军长这一重要的职务。然而，毕竟叶挺脱党有十年，对新四军的领导干部大部分人他都不太熟悉。那么，为了便于叶挺开展工作，周恩来、项英等曾专门请示主席和中央军委。那个意思就是为使叶挺及对外工作便利起见，你周子坤与周士第对调，如果同意，即要子坤换士第来新四军。电报原文是这样的：周恩来、项英建议周子坤与周士第对调，他是有很深的考虑的，最主要的就是基于叶挺和周士第有很深的渊源和良好的关系。论起来啊，叶挺和周士第两人他们的成名都比较早，两人在北伐战争时期就已声名赫赫。有意思的是，周士第早期的军旅生涯可以说是与大名鼎鼎的叶挺连在一起的。你看啊，周士第曾当过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队长，而叶挺独立团又是以该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的，周士第更是担任该独立团主力营第一营营长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周士第是叶挺最得力的助手。我们举个例子啊，在著名的北伐战争中，叶挺独立团是开路先锋，而周士第的第一营又是先锋中的先锋，打了无数次恶仗，建立了赫赫的战功。另外，周士第他还曾创造过这样的几个第一：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，孙中山铁甲卫队的第一批成员，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的指挥官。那么基于以上这些经历和渊源，周恩来和项英建议周子坤与周士第两人对调，可以说是考虑还是很深远，甚至也有一点用心良苦。根本原因就是让叶挺这个党外人士能够有一个相知比较熟悉的助手，以便更好地开展新四军的全面工作。那么对于周恩来和项英这样的建议和想法，叶挺他本人当然是乐观其成，求之不得。但是后来见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没有回复意见，叶挺在一封电报中还特别这样请示主席。你看这么说的：汉口以前曾由延安电请调士第同志，迄今未得回复。张云逸同志任三支队司令，又兼军参谋长，分身无数，望于陈赓、士第两同志抽调一人到四军，使张云逸同志得专任一职。你看这样电报。那么尽管叶挺在这次电报中又多建议了一个人选，陈赓和周士第谁来都行，但主席和中央军委最终还是没有同意他的这一建议。那么对于主席最终没有答应叶挺的建议，我们不太好做更多的揣测。至少当时的情况是啊，八路军刚组建不久，
周士第已经任120师参谋长与贺龙师长大班里，而陈赓则任129师386旅旅长。应该说这两个岗位都是主官岗位，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岗位。再加上周士第无论是与周子坤对调，还是直接调到西四军这边来，都可能涉及到较大的人事连锁调整。还有就是从稳定性角度来讲，周子坤被调到西四军，他本身也是精挑细选的，也是经毛泽东主席本人非常认可。这一点啊，我们从周子坤到任新四军不久后，他曾亲自写了一封长信，直接呈报毛泽东主席的。他信就是报告新四军一揽子情况。那么我们透过这封长信，可以得知主席他是对周子坤非常信任，而周子坤对主席也是非常忠诚，直接报告有关情况。以上这些都说明主席没有同意周士第与周子坤对调，肯定是有多方面的原因考量。